总，方总。怎么才来啊？方总，你没事吧？我在电话里听着你很不对劲儿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发烧了吗？你看你，我昨天就觉得你有点不舒服，你还说没事儿，现在发烧了吧？你家有没有退烧药？我去找找。哎，等等，凉凉的，挺舒服的。方总，我手麻了。那换只手吧。我不知道你和方总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，我也不想劝你放下这些恩怨。就算有一天我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就算是方之友的错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他这一边。只可惜你先认识了方之友。根据我的经验，感冒发烧吃药一周就能痊愈，不吃的话七天也就好了，那为什么还要吃呢？有说话的功夫药早就吃完了。喝水。好好休息一会儿吧，睡一觉没准就好多了。